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52面，752面。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人王经这里看起，又人王经曰：自性清净，明本觉性，即是诸佛一切智智。由上至经文可见，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法门之人，借由过去生中已曾供养诸佛，广修众善，忆佛念佛，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庇，故今时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一段的经义很深、很广、很重要啊。人王经上说得好，自性清净就是本觉性。佛家讲本觉，我们老祖宗讲本善，讲本性本善。清净心现前了，本善就出来了。换一句话说，本善它本来就善，为什么现在不善了？这是我们要非常认真去体会。本善是真心的，是本性的。佛家讲自性的，本善并没有失掉，只是现在有了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染污。染污，心就不清净的，像一盆水一样，混浊了。里面有尘沙混浊了。不但染污，它也静不下来，它是动的。如果我们让它不动，让它静下来，时间久了，这些染污就沉淀下去了。水呢又恢复清净了，这个沉淀下去就是佛家所讲的浮烦恼没断。你看尘沙还在里头，只是不动了，虽有尘沙它也不障碍了，水的清净光明呢它不障碍了。这就是佛门为什么重视修定。所以定能伏烦恼，不能断烦恼。定久了就开智慧，就大彻大悟。智慧开了之后，
智慧一照烦恼，烦恼就没有了。啊，就这一盆水里面尘沙都没有了，干干净净。为什么呢？照见无蕴皆空，无蕴就是染污，色受想行识染污啊。啊，色是什么？物质环境。受想行识是精神环境。啊，那我们想欲望从哪来的？欲望就是无蕴勾引出来的。种子确实是自性里面的见闻觉知，不是别的。因为这个烦恼在诱惑，在勾引，把见闻觉，把这个什么见闻觉知啊，变成了受想行识，啊，变成了精神上的烦恼，啊，有精神上的烦恼呢，就又变现出物质上的烦恼，就这么回事情啊，这才叫事实真相啊，啊，于是我们就能体会到了，修行。真正的枢纽就是定，修行的功夫是什么呢？就是定。啊，你定功的前身，关系，你伏烦恼的力量。啊，这个能量以及自信智慧的能往外透多少，都决定在定功。定功越深的人，智慧就越大，烦恼就越轻，就这么个道理。啊，定是什么？一心就是定啊，啊，再加上两个字，一心专注，就是禅定。啊，净土宗用的法门，叫我们一心专注在佛号上，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都可以。一心专注在佛号上，就是世尊在大集经上讲的无上深妙禅。念阿弥陀佛了，是无上深妙禅，他在修禅。一心专注在这句佛号，能够大彻大悟，能够明心见性，啊，能够见心成佛，这就是祝福一切智智，啊，一切种子。啊，一切种子是从清净心里头得到的。清净心是由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得到的。我们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可靠，这个方法自己决定可以得到。为什么不求人？啊，自己用功又得福利加持。那真的能得到，而且很快能得到。其实与过去生中有关系，
不是没有关系啊。下面说了，由上经文可见啊，《人王经》《大日经》《制度论》啊，《法华经》，从这些经论上你能够见到，今天能听到这个法门，能相信这个法门啊，微妙净土法门的人呐、啊，借由过去僧众，通通都是，没有一个不是，啊，过去僧众啊，以诚供养祝福，过去决定不止一生，像《金刚经》所说的。过去一世、二世、三世、五世都太少了，你累积的善根福德不够。二是什么呢？经上讲的好啊，过去无量世累积的善根福德，你在这一生当中才有机会遇到啊，啊，才有机会听到啊，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啊，供养祝福，这是多大的福报？跟佛见一面的福报都不得了。不但是见一面，没见面听到名号啊，经上常说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佛的种子就种在你阿赖耶里头了，永远不会坏，叫金刚种子啊，愿缘它就会起现行啊，就是它就能起作用。啊，又何况听到这个法门，你就能够相信，你就能够理解。啊，发愿求生净土，这个差不多都是根性熟的人呐、啊。啊，经教常讲啊，根熟众生，为什么他这一生会成就？啊，这一生能见阿弥陀佛，这一生就能证无上菩提。啊，得佛加持，所以经师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广大法门是净土法门，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啊，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名广大。这些我们都要懂得，要真正深入了解，为什么呢？心才能专一。啊，不要今天听人说这个法门好，明天听人说那个法门好，你心就动摇了。啊，这什么原因呢？这是过去所修的善根不足，才会产生这个现象。啊，这一生呢，你对于法门的选择犹豫不定，你这一生势必又空过了。啊，这非常有可能的。啊，你对这个法门认识清楚了，你就一门深入，再不改。啊，决定成就啊！啊，记住，成就的秘诀就是一心专注。啊，一心不能专注，这一生就肯定不会成就。啊，还要到来生后世，
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净土法门广摄万法，就是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在里头。普受众类呢，上面从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通通得度。啊，只要你能够遇到，你能够相信，啊，没有一个不得度的，也就是通通能往生，通通能见阿弥陀佛，所以叫广大了。于此法门，这后面劝我们了，若能信，首先是能信，再能受，受是接受。什么叫接受呢？依教奉行叫接受。啊，受了之后真干了，啊，要把这一部经的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这一部经上的教诲变成我们生活行为，啊，我们真干了，当知一切之知，啊，就是一切种子，即是得佛知。你真得佛知了，如是了知，自心本来清净。六祖慧能过去给我们表演了这一招，啊，他坚信头一句话就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不是讲别人，讲我们自己。他的心性跟我的心性是一不是二啊！我们没有证得，他证得了，啊，也就证明了老祖宗讲的话没错，本心本善，啊，老祖宗教导我们怎么修行？止于至善。啊，讲得多好，他统统用在生活上。你看，明德、清明、止于至善，用上了。明德是自己开悟了，开悟怎么样呢？开悟要教化一切众生，清明是教众生呐，啊，就是普度众生呐，啊。啊，四弘誓愿里头，众生无边誓愿度，怎么度法？你得亲近他，你不亲近他，怎么度他？自他都做到圆满，就是止于至善。古时候老祖宗啊，不得了啊，大圣人啊，我们现在人对古人瞧不起，不相信古人，怀疑用古人的那些东西用在我们社会行吗？那我们不是退回去了吗？世界永远在进步，我们这回去了。这一种知见，这一种言论，它有没有过失啊？
古人这套东西在那个时候好，天下太平，用在今天也好，还是天下太平。为什么？是不是真理啊？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你违背它，你肯定有灾难。你依照它去做，不是依照它做，是依照自己的性德了。啊，古人他好在哪里？他明心见性了。我们没有啊。啊，今天社会是进步了，向哪个方向进步啊？向乱世进步，一年比一年乱。你现在看来不是这样的吗？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月比一个月乱，不是一年一年乱。啊，我们从今年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这是同学们给我这一份资料，这是七月的，啊，今天九月，大概八月这一两天就会送来了。新闻标题，关于灾难的信息，啊，三月份82起，四月份有59起，五月份有67起，六月份有155起，七月份有176，八月份超过200。这个现象是什么？一个月比一个月乱了。真可怕。啊，月月频率月月上升，这怎么得了？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一个月当中看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要肯定，我们不如老人，比不上祖宗，比不上佛菩萨。为什么？他们明心见性了，他们心是清净的，我们心是染污的。不说别的，单说这一点，他们的心是定的，我们的心是动的，浮动的。心浮气躁，啊，他们有智慧，我们今天有知识，知识比不上智慧，啊，他们的学术是圆满的，我们今天学术是偏在一边。啊，偏在物质这边。啊，科学所研究的对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很少，自然现象更没有。啊，古人是平衡的。所以，谚语有一句话说，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我们把那个老子换一个，不听古人言，不信啊，不信古人言，吃亏在眼前。古人不会害你，为什么呢？跟你没有利害关系啊。今人人与人之间有利害关系，古人没有利害关系啊，所以他不会跟你说假话，不会骗你，不会害你。
留下来这么多珍贵的典籍，啊，还怀疑他，批评他，轻视他，瞧不起他，那灾难呢？自己必须得承担了。啊，我们很幸运，啊，对古圣先贤的教诲能相信，能理解，能尊重，啊，能用沉静心来学习，啊，这才得到一点好处。我们得到的好处比不上古人，那什么原因？我们的沉静心不足，所以比不上古人。啊，古人确实万分沉静，我们今天充其量百分沉静吧，百跟万不能比。啊，所以古人得利益是圆满的，我们这些得利益是少分。啊，少分我们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很欢喜了。所以若能信受奉行，当得一切之事，你就成佛了。啊，如实了之，这是彻悟，彻底明白了，就跟慧能大师一样，自信本来清净。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光为他说常要修行。以上经文借取唐译，啊，这五句是无量寿经唐本唐译本，盖为若人，这是假设这个人能于净宗妙法得广大圣解，了达净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信佛不二，真的明白了，真的通达了。那对于净土法门，对于无量寿经，那么由此我们可知，如果我们对于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心佛不二，还不能了解的话，那经上讲的这些殊胜利益就做不到了。啊，幕后这两句，广为他说，这是利他；常要修行是自利。啊，这个要是欢喜。啊，这自利的他做不到啊。这两句话是经宗的核心了。啊，是心是佛，就是我们当前一念这个心。
这个心就是佛。现在这一念心当中念阿弥陀佛，那就是是心作佛。心佛是一，不是二。我是从这个地方把净业三福第三福那一句搞清楚。我记得是好几年的时间，这个问题在解决。第三福说，发菩提心，身心因果，我就是这一句话搞清楚。因为第三福是菩萨，不是普通人，他身心因果摆在第一，摆在第二，我都不怀疑，我很容易接受。不是我们普通凡人都相信因果报应，难道菩萨不相信吗？怎么想也想不通啊！三福第一条是人天，第二条是小乘，第三条是菩萨。为什么菩萨还特别讲身心因果？搞了好几年之后，就是这两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菩萨不知道这个因果。所以他就有障碍，他成不了佛。那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念阿弥陀佛是因，到极乐世界去做佛是果。身心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浅显的。但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真的很多菩萨不知道。这是净宗的妙法。无比的殊胜。我们真的理解了，明了了，通达了。你决定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你肯定一切万缘统统放下，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什么都不要了。念佛即佛之原旨，原是圆满，只是宗旨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经上讲的诸佛如来的圆满宗旨。那就本经来讲呢，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圆满宗旨。你明白了，搞清楚了，这必能欢喜信受，必定一点怀疑都没有，那语气都肯定。那你还不能欢喜信受，换句话你没搞清楚，没搞明白，怎么办呢？听经，读经，只有用读经听教，慢慢就明白了。明白之后，自自然然欢喜信受，常要修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下万缘了，一心专念了。为什么？清楚明白了，一根都拔掉了。佛以此广劝他人，你劝别人，人家相信
那为什么相信？你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大家看了吗？啊，广劝他人，底下一段说，广为他说，下面又说，为他演说。这不但是说，还得要演。演是什么？表演。做出来给人看叫做演。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我们做给别人看。啊，这叫演。然后我讲他就会听。啊，我只会讲做不到，别人不相信。啊，我一定要做到。啊，你说素食好，你光劝人素食，你不相信啊。我们吃素食吃了几十年，越吃身体越健康，才相信了。啊，你不做出来给人看呢，也不相信。所以言重要。啊，把言放在前面，说放在后头。先言后说。啊，为他言说，本品莫远，专心信受，持诵说行。是，借普劝言说，弘扬本经于净土法门。啊，世尊，慈悲到基础啊，普遍劝导我们大家啊，要演说。把演说两个字做到了，就是护持正法，就是正法救助啊。前面我们读过的人王经里都说的，说得好，有教有行有正果的那叫正法，有教有行没有正果的相法，有教没有行没有正果的叫末法。如果连教都没有了，法就灭了啊。教什么？教是讲经啊，讲经的没有了，法就灭了啊。那么讲经的人不要求别人，要求自己做到啊。那什么呢？相法在我这里，我到最后临命终时，确确实实往生西方净土，表演大给大家看，那叫正法住在此地，往生是正果啊。啊，依教修行这桩事情，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我们自己的真干不干，那就是破坏正法。啊，为佛弟子，破佛正法，这是什么？什么回事情？那是魔子魔孙，魔王波旬
派他到佛教里面来，剃度出家，披上袈裟，破坏佛法。啊，怎么破呢？不说，不行，没有过正，这就把正法毁灭掉了。啊，不说不行，相法毁灭掉了。啊，排斥经教，回谤经教，那就是灭佛正法。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清楚，要明了啊。啊，所以世尊在流通分这六品经里头一再的殷勤劝导啊，啊，希望我们护持正法，护持正法一定要依教奉行。啊，不能依教奉行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来是灭佛法的。啊，灭佛法自己一定要晓得，果报在无间地狱。经者呢，正是流通分，故劝演说，以广流通啊。佛法不是自受用的，佛法绝对不是专供养个人的，佛法流的越广功德越大，流传时间越长你的福报越大。啊，我们要修集大福德，这是无比殊胜的机缘啊。问题你要认识，你不认识，你看你真是很有福报，遇到了，遇到你把它当面错过了，哼，这不能怪人啊，怪你自己。啊，多少人想修集大福德，没有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你遇到了，当面错过。机会一错过，再想找回来，非常不容易。啊，就古人常说，机不可失啊。啊，机会不能失掉。啊，要有真实智慧认识它，把它抓紧。啊，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慧。如愿力宏深品，这是前面29品。啊，里面有四句经文，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啊，我们自己学了，学了要做，要教人。啊，一个人也教，两个人也教，多数人也教，欢喜教授。啊，教是教导他，授是给他。啊，把这个道理教给他，方法教给他。
转向度脱，他在教他的有缘人，世世代代传下去，这个功德就大了。那我们自己没开悟，没有天眼，我们也不认识哪个人可以传，哪个人不可以传，那就用平等心。只要见面，只要谈得上话，就交给他。陌生人或者阿弥陀佛，这阿弥陀佛一句交给他了，就传给他了。他听见了，不管他愿不愿意听，阿赖耶识的种子种上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我们得用这个方法了，大门。贴上南无阿弥陀佛，从这里经过的人全都看到了。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为人演说，这就是转向度脱。都在生活当中啊，善巧方便。二十九品里面所讲的。如是辗转，不可复习。我们流通，劝大家辗转流通。随念法，果报不好啊！念法的果报都在地狱。地狱出来之后，生生世世愚痴，因为他念法所感的果报是愚痴，因为他障碍佛法，所以他很长很长的时间遇不到佛法。纵然遇到了，他不相信。为什么呢？他有业障，他这个业障没消掉，就产生障碍。遇到了半信半疑。故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愿海，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呐。怎样培养一个喜欢给人说？喜欢劝导一切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因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这一条路是一切众生得度的捷径
这一条路容易啊，简单容易，稳当快速，而且成就无比殊胜啊，升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太殊胜了。我们明白了，明白了才知恩呢。啊，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啊，让我们无量劫来，在六道搞生死轮回，无有出期。啊，这一下知道阿弥陀佛，就能出来了。怎样报阿弥陀佛的恩？多带一些人去，这叫报恩。啊，你带去的人越多越好啊！啊，只有这样子真正能报佛恩啊，因为佛的本愿是普度一切众生。阿弥陀佛无量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是戒淫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六道众生，这是弥陀的本愿啊。啊，我们明白了，我们接受了，我们得到好处了，要把这个利益普遍告诉大家，啊，让大家一起来学习，啊，真心真愿求生净土，啊，满阿弥陀佛的本愿，这叫真正报佛恩。这妙法流通，正如如来本愿呢。是故，《法华经》法师品曰：“若善男子、善女人遇《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世人一切世间所应展奉啊，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段经文讲到啊，若假设，意思是假设，善男子、善女人遇《法华经》啊，《法华》是一乘圆教，本经也是一乘圆教啊，乃至一句经文，你能受持，能够接受。依教奉献，保持不失啊，天天读诵，为别人解说啊，书写，这是流通。古时候没有印刷，所以经典流通啊都靠手抄啊，现在不用了，现在印诵啊，啊，大量的来翻译，啊，普遍的去赠送，啊，种种供养经卷，种种，在从前呢，想的方法不多啊，以前呢刻在石头上，流传
后世怕经典丧失了。现在地球上地震太多了，石头上一个地震也就毁掉了。啊，所以现代的时候种种就多了。利用无线电，利用电视传播，利用网络传播，利用光碟传播，啊，再大量印成文字，啊，这是最好的方法。啊，如果这部书印上几十万册、几百万册，流通到全世界，绝对不会丧失。灾难再大，也会留几处下来。啊，还有人要想把大藏经刻成石头啊，藏在山洞里，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的用心很好，效果不一定能收到。啊，我们看看很多预言讲的灾难，山崩地陷，哪有安全地方？没有啊。那如何保存呢？要大量翻译。啊，整个世界各个地方你都去送。啊，大都市送，小乡村也送，普遍都送。哎，灾难之后一定还有会留下一些。只有这个方法好。啊，这供养经卷是人一切世间所应展奉，这是说什么？这个人福报大了，他所修的这个大福报啊，是一切世间都会供养他。啊，展是对他尊敬，展扬。奉是对他奉承，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啊，我们怎样供养诸佛如来，也就对他供养。为什么？他把正法保留下来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乘传正法，流通正法，这个功德跟佛相同啊，或者我们说福德啊，功德不敢讲，福德跟佛相同啊。当知是人是大菩萨，成就无上菩提啊。啊，至于功德跟福德差别在哪里？差别在用心。如果这个人做这些事情是清净心，他是功德；如果是我做这么大的福报，将来我的福报很大，那就是福德，就不是功德。一念之间的，换一句话说，有我就是福德，无我就是功德。啊，《金刚经》上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所做的全是功德。又曰，这还是《法华经》上说的，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啊，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佛灭度以后，能切为一人，你只为一个人。
说《法华经》，说多少啊？乃至说一句，当知世人是如来识，如来所牵，行如来思，何况于大众中广为人说？这一个人，你也是遇到了一个人，你为一个人说啊，你就是如来使者，你就是如来派遣来的。换一句话说，你也就是如来的化身，因为你做的是如来事。这一句特别特别要注意到，如来事就是为人演说。换一句话说，不肯为人演说，就是不办如来事。啊，何况于大众当中广为人说，这个功德有多大？又曰：当知如来灭后，岂能书持？就是书写，就是流通法宝。因为古时候经书一定要书写啊，读诵供养为他人说者，如来在以啊，则为以一佛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世人有大信力及志愿力，助善根力，当知世人呢与如来共续啊，则为如来手摸其头。这还得了吗？这是多大的福分啊！我们对这些经文，第一个要相信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佛不欺骗人，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所谓如有如语，就是如事实真相一样的，不多说一句，也不少说一句。如来灭后到今年3080年，您这个38年。啊，灭后这么久了，我们现在能印经、能读经、啊，能供养经书。这个经书怎么供养呢？依教奉行就是供养。啊，不是把它供养在经橱里头锁起来，那不是。那是完全错误啊！经书要打开经橱，供养大众啊，什么人来看都欢喜。啊，不能把它锁在那里，当作一种装饰品呢，那就有罪了。那将来国报得鱼吃国报，错了啊！为他人说之啊，一定要为别人说。我知道一句就说一句，知道两句就说两句啊，
欢喜为人演说，这个很重要啊！啊，为什么？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也。帮助别人脱离三界六道啊，脱离苦海啊，往生极乐清净弥陀，要有这样的心愿呢、啊。啊，特别是对自己的冤亲债主。啊，他来害我，我要帮助他成佛，这是对的。他害我，我也害他，错了。那这个念头以后就是六道轮回，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错了，佛不是这样教我们。大乘经上讲得很好啊，六祖坛经上也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世间人为什么会造罪孽，会有那么多过失，他是没有人教他，这就很可怜了，一生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没有遇到好人教他，他学坏了，那是习性，不是本性啊！一定要记住，一切众生本性本善，阿鼻地狱众生本性还是本善，毒蛇猛兽他的本性也是本善，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慈悲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怜悯心也生起来了，对于一切造作不善的要生怜悯心看他啊，佛菩萨原谅他，我们当然原谅他，可是麻烦在因果不会原谅啊。那么看到他现前将来受因果报应，我们的怜悯心就升起来了。啊，要想方设法去帮助他。啊，去超度他。希望他受苦受难的时间缩短减轻啊，早生善道，遇佛闻法啊，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对待一切众生。能如是行，那就像这个经上所说的，如来则为以一佛之，啊，如来穿的衣盖在你身上，对你的护念呢，对你的加持啊，啊，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不但阿弥陀佛护念你，设方一切诸佛都护念你，世人有大幸力，这真有大幸。
他信什么？他信诸佛如来的教诲，他信无量寿经，他能够理解佛陀教诲，依教奉行，所以他有大信力，又有志愿力，跟阿弥陀佛志同愿同，啊，助善根力，他有善巧方便，把如来的善根跟自己的善根呢结合在一起，你就占了大光了，接通了啊，从自己善根引发如来善根，这个力量多大。下面这比喻说，当知世人与如来共续啊，则为如来受摩其头，这是摩顶，由上可证，言说法华，功德无量啊。那我们这部经呢，而本经正是法华密髓，华严奥藏，那么佛说法华就是跟说这部经没有两样。如弥陀要解曰，当来经法灭尽，独留此经即本经，文件独留此经品是下一品啊，底下一品我们就念到了，注释本年广度寒食阿切陀要万兵总持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事难皆不出于此矣。那么换句话，这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偶一大师说的无量寿经上佛说的学这一部经，确确实实就讲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无量经教、无量法门、无量的行法，通通都回归在这一部经中，这还得了吗？华严经上常说一皆一切，一切皆一，一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即是一切经，一切经就是无量寿经，啊，我们学习这一部经就是学习一切经，学习这一个法门就是专念阿弥陀佛的法门，就学了无量无边法门。
啊，因为无量无边法门通通归这一个法门。啊，华严跟法华代表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啊，一切诸佛，这是他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的诸佛，诸佛的星耀啊，无量寿经啊，菩萨万恨之死难啊，都在这部经里头。故知言说本经者之功德不可思议。啊，演说一切经，任何一部经，没有这部经圆满呢。没有这部经平等广释。底下还有一句是，一别为诸佛之所护念。啊，我们有灾难，祈求佛菩萨保佑。这一部经就是一切诸佛都来了，一切菩萨也都到了。啊，你家里头供养这部经，常常读诵这部经，依教奉行，你就得圆圆满满诸佛护念了，再消佛来。下面说常要修行啊，要是喜欢爱好依照这个经典来修行，论说啊，论啊，欲，这几个是欲。说法者，应心口一如，言行一致。自不修习，何能劝人修习？啊，这是如来为我们开示啊，这个欲就是开示啊，对说法的人说。为一个人说法，为两个人说法，为众多人说法，都一样，一定要言行一致。啊，自己不修，就不能够劝别人，人就不相信你。啊，我自己真干了，别人就跟着干。下面，佛劝呢，普修断疑生信。若于说法利人，则自身熟虚断尽嫌疑。先是纤维很小很细，也就是说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不容易啊！怎样断疑生信，把疑惑通通断尽？那必须把这部教要学通啊！这个经典真正通达明了，我相信你的疑惑没有了，你真能放得下了。还有一丝毫放不下，换一句话说，
你还有一丝毫疑惑，没断掉。啊，真断掉的时候，从你的行持当中可以能看得出来。这是说法的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在这个地方，我们所体会到的意思是说法人第一个条件。那么这个说法的人像前面所说的，他是住在哪一法里头啊？人王经上说的，他住正法。为什么呢？能说能行，将来决定生净土是能证。那是正法时候啊。住正法的人在末法讲经或者在灭法的时候讲经，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意思很深。啊，要细心去体会。经曰：凡求是法，皆获善利。啊，是法就是净土法门，念佛往生的法门。你求这个法，都能够获得真实利益的善利。为什么呢？都能够往生净土，故应安住无疑。你要把心安住在无量寿上，安住在阿弥陀佛上，这个佛号上，决定没有怀疑啊，老老实实念下去，持念持是不间断，不失念啊，不会忘掉，不会失念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老实持念，无生疑惑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呐、啊。当奉为纲宗啊，安住如是法中。这话说得好啊！啊，念佛人一定要记住，一定要依教奉行。啊，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啊，现在这个世界，众生业障很重，造的罪孽很深。啊，现在纵然发大慈悲心，度不了他，他不接受。那怎么样呢？马上觉悟，先到极乐世界，先求自度。我到极乐世界自己成就了，这个地方大家大概也回头了啊，苦难受多了回头了再来，这是好办法了啊，不接受勉强要他接受不可能的事情啊，啊，先成就自己，
给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榜样啊，这就对了。所以应当修习思无一致，不要怀疑，不要停止。这意思是什么？勇猛精进。啊，该一根未断，即是罪根。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忏悔，一切罪根皆忏悔啊。罪根是什么？罪根就是怀疑，就是犹豫不决。我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我们今天学佛，无论是在经教，无论是念佛，功夫都不得力。不得力的原因是不是一根？越想越有道理，一根没断呐，啊，所以处处都是障碍。啊，功夫不得力了。这欲断一根，应知方便。要用什么方法把我们的一根断掉？疑惑不断，只因慧心不朗，智慧没开呀。所以一根不断了，有定都不行。刚才我举的比喻，啊，我们用小的比喻来说，一杯水，啊，里面有染污，有沉淀。我们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放个一个小时，水干净了，沉淀下去了，水干净了，可以喝了。可是一根没出，沉淀东西一根，啊，这个水也经过晃动，它又起来了。啊，必须把里面肮脏东西把它除尽。啊，清水再倒去的时候，就不会有一点染污都没有了。啊，那慧心为什么不狼呢？只因三垢刚生，这个三垢是贪嗔痴啊。现在还得加两个，五垢啊，贪嗔痴慢疑，有傲慢，有怀疑，贪嗔痴慢疑。这五样东西啊，这五样东西只要有，智慧不能显现。这一步一步慢慢的把我们的病根找出来了。现在怎样把病根除掉？下面这段文提供的方法，居安乐集，念佛三昧，
能处，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助长。我们相不相信？要相信。我们念佛念这么多年，为什么贪嗔痴除不掉？不但除不掉，好像还年龄在增长。我们只有念佛，没有三昧呀。他这里说，念佛三昧能除啊，不是说念佛能除啊。我们只有念佛，从来没有得到过三昧。这是什么？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念佛功夫得力了就没有了。啊，三昧是什么？三昧是禅定。我们念佛就从来没有把心定在佛号上。看，念佛的时候，心里还胡思乱想。啊，还有很多东西夹杂进去，这就不干净啊！就像刚才讲，这一杯水里头啊，混浊啊，心老是在动，这些脏东西它永远没有沉淀下去，它都漂浮在上面，功夫不得了。要真正功夫得力，念佛的时候放下万缘啊，印祖教给我们，念得清楚，听得清楚，记得清楚，管不管用啊？照样不管用。那他管用，我为什么不管用啊？他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放下了，他管用啊，我没放下了。啊，所以他能念几个小时，每一句佛号是第几声，清清楚楚。我们念不到十句就乱了。原因都要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改进啊？知道之后才晓得，哎呦，原因里头还有原因，越找越深，找到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呢？烦恼习气，这个东西要把它断掉啊，它才是最根啊。这个罪根不拔除，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势必要把这个罪根拔除啊，那就是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单是世间法，佛法也不例外啊。《金刚经》上说得很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对佛法没有贪嗔痴，对世间法更没有贪嗔痴啊。弘法利生是报恩，不是贪图，哎呦，我要修多大功德，修多大福报，不是的，你还有贪心在里头。贪心去修，是人天福报，不是功德，出不了六道轮回。
啊，有许多人看到经典，哦，这是修大佛报，赶快去做去。没错，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佛报享尽了，业障现前了，还要堕落。哪一个享佛报的人不造业？所以佛报享完就上三途去了，这不是办法了。啊，必须要了解事实真相，我们釜底抽薪，啊，不再用贪嗔痴慢疑了，修一切法，那叫功德，那真是功德。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不里头没不夹杂贪嗔痴慢疑，没有这个东西，这叫真实功德。真实功德也是个假名。啊，真实功德在哪里？找不到。哎，但它真有作用。啊，什么作用呢？你看看阿弥陀佛。真实功德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那我们的真实功德同样成就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固然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也是自己一份功德在里头。那好像他是公司老板呢，我也加入股东进去了，有我一份呐、啊，我这一声佛号就是一个股东，两声佛号就加了两股，就这个意思啊。哎，所以是他的，也是我自己的，自他不二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才欢喜持诵啊。你不懂这个道理，这个欢喜心生不起来。原来念阿弥陀佛是去加股东的、啊、这个就会欢喜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念佛三昧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功夫成片也是念佛三昧，功夫成片是最浅，但是决定能往生了，有把握往生啊，四一心不乱生方便土，离一心不乱生十报土，功夫成片呢生凡圣同居土，所以功夫成片也是最低的一心不乱啊，这才能真正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诸障碍啊，功夫成片把它扶住，一心不乱是断掉了啊，离一心是彻底断掉了，苟取名声啊，这烦恼离开了，智慧就升起来了，则无疑智矣，真正叫断疑生心啊！所以断疑生心的功夫是要老实念佛才能断疑生心啊，才能有把握往生。如是则不多于诸天而成啊，因为你修福啊，念佛是修福啊，修福将来决定是天道，天福享尽了又要堕落啊，二乘是声闻缘觉在大乘法里面讲，这都不是好的去处啊，谢曼苦遍地一尘
编的仪程还算不错，总算是到了极乐世界的边缘了，决定可以到极乐世界，只是耽误一点时间，谢曼国不行，谢曼国的佛想尽了会堕落，说如是等等呢，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牢狱是比喻这个牢狱是什么呢？诸天享天福啊，享完了堕落，二乘不能见性，谢曼国又退转所以编的仪程还真不错。珍宝玉比中之路，牢狱呢比喻未得就近解脱而不自在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下文又安乐极乐，前面说这么多比喻这才言归正传，称名一耳，就像前面比喻一样，但能专制相续不断，定生佛前安乐集这一句好，只要我们专道相续不断，你就决定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里头关键的字就是专制，要专道相续不断，不容易，这什么意思？你的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才叫专制。早年台中李老师教导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教我们换心，我们的心很杂很乱这些杂乱通通要放下，把阿弥陀佛请到心中来，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无论你是念或者是不念，你心里头决定有佛，叫心中有佛念头不起则已，起念就是阿弥陀佛，这才叫心中有佛你起个念不是阿弥陀佛，你心里头没有佛起心动念皆是阿弥陀佛，不念佛也往生，为什么？他心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他的心，他怎么不往生这是真正的相续不断这个功夫真实这个功夫不是假的精选后代学者
若许会其二谛，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二谛是真谛跟宿谛。真谛是与性德相应的，俗谛是与性德相违背的。觉悟的人见到真谛，迷惑的人只见到俗谛。宿谛是六道轮回，真谛的是诸佛十报土。下面这一句话重要，但知你真正知道了，念念不可得，这就是智慧。什么是念念不可得呢？弥勒菩萨讲，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不可得。32亿8000年是什么呢？凡所有相。那不可得呢，叫皆是虚妄。不但世间法如是，出世间法也如是。西方极乐世界除了常寂光净土，其他的三土都是念念不可得。为什么常寂光例外呢？常寂光没有念，所以常寂光是真的永恒的，它不生不灭，它没念。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有念跟无念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念头太微细了。大乘经教里面说到，什么样的人才知道这个念头？发现到这个念头了。佛说八地菩萨。那换一句话说，七地以前都不知道这个念头。我们凡夫哪里会知道呢？这所有的现象从哪来的？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波动的现象，就是一秒钟里头有多少念呢？1600兆啊，你怎么会知道？我们看电影，以前电影呢是这个幻灯片，这个胶卷幻灯片，一秒钟在放映机多少张？24张，24分之1秒，
已经把我们欺骗了。我们看到荧幕上好像是真的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前实际的状况，一秒钟多少兆呢？1600兆啊，单位是兆，一秒钟，你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谁看见的？八地以上，哦，看见人不少啊，八地菩萨、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阶层，他们都看到。啊，大乘佛法里头一共是52个阶层，最上面5个阶层通通见到。这不是骗人的。他们为什么见到？他们的功夫到家了，定功到家了。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一句话是说什么？是自信本定，自信从来没动过。我们如何能到这个境界？我用两句话说明这个事实，叫不起心不动念。真听懂了，不起心不动念呢，他会点头。啊，但是这个不起心不动念好难懂。为什么？我们起心动念太粗了。念头太粗了，这是太微细的念头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啊。啊，如果真不起心不动念呢，这个世界东西就没有了，是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它就没有了。啊，只要它还有，那换句话说，它还是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没有了，就像那个电影的影片断掉了，荧幕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那叫不起心不动念了。只要画面在，就起心动念；画面不在了，就不起心不动。啊，所以画面总是在。啊，什么时候画面不在呢？常寂光就不在了。所以你一不在，就入常寂光了。真的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但真念念不可得是智慧门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实智慧。啊，底下一句。而能细念相续不断的，这是功德门。你看功德跟智慧。差别就在此地。念佛相续不断是功德，什么一念，只有这一念，不能有第二个念头。念佛里头还夹杂着杂念在里头，把你的功德破坏了。啊，那个念佛有没有好处呢？有好处，那叫福德门。念佛有福报，没有功德。啊，念佛里头不夹杂妄念是功德，夹杂妄念是福德。换一句话说，念佛都有好处。啊，功德可以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福德呢？不能往生，能够帮助你的人天福报，这总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念佛决定有好处。
啊，这是真实不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